大人，请。请问，请问您是冥府吗？哎，哪儿来的野丫头啊？堂堂冥府都不认识。冥府，我有事相求。大胆，不知规矩。冥府还有公务要办，让开。冥府，您是云州的父母官，小女若不是有急事相求，也不会如此冒昧。哎，去去去，要伸冤去击鼓啊。哎，你有何事要禀？您听我说，我的身份不便说出口，但若您方便的话，能否帮我设法带个消息到长安或是洛阳？你什么身份呐？我乃永安公主，不慎与侍从失散，呈现之后便一路逃到此地。冥府，若您能助我返京，陛下一定会重重有赏的。你可有凭证啊？凭证？失散时并未带任何信物。可我真的是公主，是阿翁亲封的。哦，那你可有宫中随身的物件？宫中的做工一看便知。都被抢走了。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啊？倒是灵通的紧，朝廷倒是下了密令，暗中寻访一位公主。可是你说你是，你就是啊？我就知道阿姨会派人找我。冥府，我真的是公主，你相信我是真的。冥府，求求你帮我带个消息到洛阳。冒充公主，暗律证明。我真的是公主。拿下。是是。冥府，冥。你为何不信我？愣着干什么呢？拿下！哎，罢了，让他去吧，也是个饥不择食的可怜人，当下乱得紧，这几日新刺史就要到了，我哪有功夫理会这个难民呢？哎，小心啊！来接我，你们不要我了吗？